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拍一个我去我高中的一个 vlog。因为今天我们在泰国，然后我放寒假了，来拍摄，告诉你们是个秘密，哈哈。今天就是刚好没有拍，所以有点时间想出去看一下，逛一逛我高中。今天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我之前在高中的时候的一些之前的视频，二就是一些经典的地方和一些故事，然后也带大家去吃一个，就是我在高中特别喜欢的一个面。希望他们还在开。我们现在就是接了，12:45，所以我不知道他们还开了吗？不说了，肯定开了。好，那咱们就是说一会儿在食堂见。我们现在就到了我这个。学校门口，电木中吃菜。哎，感觉他们做新的了吗？还是？还有自己想的，就是对，到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快速进去看一下。好呀，我们现在就是到了这边。首先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我学校非常经典，所以就是这些 buildings 都非常的旧。然后这个有一个湖。我们有一个说法，如果没记错，就是我们毕业的时候会从那边跳下来。那你跳了？我没跳，我觉得也没必要吧。我觉得这个湖有点，就是说这个水有点绿绿的。然后有时候会在这里就是复习。然后我们先走到我们那个食堂，先吃点饭。他开吗？你别说他在关门，就不会吧？啊，别说他关了啊。这是我最喜欢吃的面店，然后就是之前会尝到那边会有很多学生在那边。他妈给你养白就把它毙了啊！没了。这样吧，一会儿咱们去看一下别的食堂，然后你先在这边买一个我平时会喝的东西。皮米阿南梅和奥利奥板块啊，这里我点了一个，一个 Oreo 奥利奥，因为我之前我在上学的时候一直喝这个，很好喝。那个面店没开，我真伤心死了。没事，一会儿我觉得可以去看一下别的食堂有没有吃的，因为我们这个学校有三个食堂，每个食堂都是不一样的，但是至少是相似的吧。哒哒。我的奥利奥，咱们来尝试一下，是跟之前是一样的。好喝。咱们这样吧，我看到了一个就是别的面店，然后应该也是好吃的，来尝试一下。会点牡蛎冬阴功，我本身把米好不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拿到了这个面，因为我之前我特别喜欢吃冬阴功汤，来试一下。好好吃。然后为什么我觉得我喜欢这个？是因为他们做的很甜，好喜欢，好吃。其实呢，就是你们如果来到我学校，必须要吃到这个食堂的面。现在可能别的食堂的阿姨都不喜欢我了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那个 basketball 场，然后我之前会一直在这儿play basketball 打篮球，然后我现在就是要去一个我们那个就是大的那个草场。3、2、1，哒哒，就到这儿。然后我们之前一直在那边玩打篮球。就你如果是考上了我们学校呢，你会有一个名单在这里，然后大家都非常非常希望有自己的名字在那个名单上，然后就会有很多父母很多学生就是都来看。那时候没来，因为我在考另外的就是高中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一张照片放在这儿，哈哈。
这考上的时候是非常难，我跟你们说我准备了8到9个月的考试，我天天在读书为了准备这个考试。考的时候是有大概10000多个学生，就那时候我还在另外一个城市，然后要飞到曼谷，然后那时候就找不到就是要往哪儿去考试，就很慌张，但是最后还是考上了。我们的那个 uniform 是不一样的，别人的 uniform 别的学生他们都会写什么写名字呀，写就是学校的名字之类的，但是我们学校只会有一个小小的东西，这个东西呢叫做 plaque 呢，它是一个我们学校的一个 sign 一个 symbol， 我们就会把这个 symbol 就放在我们这个胸口上，只带那个小小的东西，就是男生是金色的，然后女生是银色。 OK， 然后这儿呢是我们之前，因为我们有一个 film club， 然后这个 film club 呢是大家都会一起来拍一些 short film， 就那种短片，因为那时候就在这儿拍摄嘛，然后因为我们没有 dolly 就是那个滑轨，我们没有滑轨，所以我们就是那时候用了一个就是自行车，然后让我同学开这个自行车，然后一个人就拿着那相机拍摄，骑自行车来拍摄。就是我没有钱去买什么就特别高级的那种相机，但我们都很喜欢就是拍摄，所以我们就用了这种方式来拍。我们现在就是去我的教室。完蛋了，这个声音就是我们下课的声音，平时别的学校就非常的好听嘛，就咚咚咚咚咚咚咚之类的，但我们学校就是那种。为什么下课会完蛋？哈喽。然后这个是我学 Gifted English 的那个教室，应该在二楼上面那边，我们会学一些就是英国的 literature 文学之类的。哇，你们看我图书馆有一个我，笑死我了。我之前我听说过是有这个，但是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，然后真的有就是我的 magazine 在这，笑死我了。哎，他们还有一些中国的书。哎，你看我们有中国的书，对，就是这里有很多小说，中国的小说。然后一会儿我们就准备走了，去沈阳，感觉就是今天见到了很多弟弟妹妹们，没想到我会说这句话。 OK， 我们现在就是 ending 咯，就希望就是这个 vlog 可以给大家看这个面店，然后就是在学校逛一逛，对，然后我们先到这儿，拜拜。